好像哦，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陈晚安，涛哥晚安，九蛋晚安。今天刘海好微妙，我今天辫子乱掉，所以又重绑一次。可是我觉得辫子乱掉，头刘海，我觉得我刘海越来越长，我是不是该剪？中晚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嘿，小 C 晚安 ，Sky 晚安。又生晚安，大家晚上。哒哒哒哒哒，还是要卡？为什么？哦，没有卡了。嘟嘟嘟，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林晚晚安，大家晚安。好像现实，爱的奇妙啊！有卡。陪在你的身边，让我看到一个。一个视线，好卡，为什么很卡？救命啊！喂，哦，至少麦克风没有坏掉。好啦，这是我今天的一件，虽然我的电脑连不上网络，但是至少麦克风没有坏掉，我就心满意足了。救命啊！晚安，大家晚安，哥弟晚上好，晚安默默，大家晚上好。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这就是爱的奇妙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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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大家好，我是 AK4TeamTeam0， 哎，终于算了耶！好烦哦，不要网络每次都不给力嘛。嘿，大家好，今天是唱歌加近况分享。最近在做什么呢？最近。哎，有网络了，我好感动哦 ！Oh my god， 我要哭了，救命！我要哭了，有网络了哎！天啊，我超感动，好。学会因而再宽容一点，哭着就忘了，别再去。这是我最近去看了你，哎。你的情歌，对，然后听到一首，就我觉得你的情歌里面的歌都很好听。我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我跟面面去看你的情歌，然后还有我最近，还有我拍的 cover， 嘿。我。冠宏晚安，大家晚上好。噔噔噔噔噔噔噔，迷江晚安，千龙晚安，春平晚安，大家晚安，看很不错。大家有看我在 IG 破 ，Rookie 晚安，乌安晚安，晚安一次，晚安，大家晚上好，另一个晚安。噔噔噔噔
哒哒哒，哎呀，有有有，嗨，追星号，终于，对啊，看到井底之蛙，对。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我就是爱的奇妙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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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耶，这是我最近去看你的情歌里面的插入曲，叫这改编，对，这是改编版，是在你的情歌里面他们一起改编的，叫七月半乐团。对，我愿意陪在你的身，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七月半不是七月，七月男孩，七月男孩不是，这太年代啊。大家晚上好，我最近呢跟面面，我刚有看到那个，咦，是谁发了网络好卡，竟然在那个，对啊，模糊啦啦啦啦啦，我刚刚看到令狗拍面面的照片，我觉得好可爱。再次在玩，我看有人说，对啊，古朴是自己抓的，就是我在半夜的时候，然后也不是半夜，就看完电影，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隔天我就听一听，然后就哦，赶快去打一波，然后觉得很帅，就发给大家看。对，大家晚上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林杰星，然后今天呢是我的直播。对，这是废话，对不起，这是废话，太强了，希望大家 cover 看开心，精神表示难过，没有啦，更好。喜欢就好欣慰。对啊，我很喜欢看他的歌，是不是他的歌是不是打鼓很厉害，就是感觉他的歌每次都在鼓的 cover 下面给一些感觉很厉害的建议。嘉轩小杨晚安，要再给大家一首歌，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看得很开心啊，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天我跟面面去看了你的情歌。对，然后你的情歌它其实是一部爱情电影，可是在爱情电影之中它又藏了一些很深的道理，就是那个道理它其实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对梦想不同的定义。对，就是其实电影里面有三个主角，一个是女主角，然后另外两个是男主角。对，它的故事剧情其实是会让少女们为就是心动的，就是一个设定，就是两个男生在追一个女生。今天去看我弟吧，林哥。好吧，拜拜，折工。我没有爆雷，就是他是在讲两个男生追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他其实借由就是到后面，他每到后面就是深入每一个角色个人的剧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不同的故事，然后他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为了梦想而活，只是每个人对梦想的定义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他这个故事的电影，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借由那三个三角恋，就是有一个两个男生追一个女生的那种让少女心动的剧情来带给大家，就是让大家深入的去探讨，就是所谓的梦想跟理想的部分，对吧？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哦，而且里面有我们的诗雅，诗雅有演庄梦梦，对啊，我有看到庄梦梦哦，大家如果想看庄梦梦，一定要去看你的情歌，在你的情歌里面，庄梦梦的诗雅超可爱，就是演庄梦梦，穿着学生的制服，大家如果想看诗雅穿学生的制服的话，可以去看你的情歌，真的超可爱，吞拳头，超级可爱，大家一定要去看。好嘞，爱与拳头的故事，鱼尾狮晚安。
下几天不告诉你，请去电影院看。我比较想看甜心，我在这里啊。冠宏看到我了吗？真的。没有，我觉得道明，我觉得你一进去看，你就会睡不着，因为那太好看了。Hana 晚安，听解心台在你的新歌，对啊，因为最近刚跟面面看完你的新歌，耶耶，嘿，ヤバイ，他的网络又突然不见，救命啊，不要不见了，啊，不见了，我要疯了，好。不行，要考四母汤。来，云晚安，谢谢 CK 的枫叶，谢谢本丸的鼠疫宝宝，还不错。对啊，哎，出现了，感动。那我要来给大家听我 cover 那首歌。其实，哎呦，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你的情歌》，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就是你会意犹，就是也不是意犹未尽，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所以当你看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天哪，它的剧情究竟结局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耐人所思。快下完了，对，大家快去看。简心晚安，真真晚安，咪咪晚安，今天也有来。Hello， 咪咪。黑世界一扇窗，小小月亮，每个人交给我吧。什么啦，可是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你我变得更好，因为你而飞而笑，因为你想要拥抱，因为你我不再是一座孤岛，而 better now 我的心跳知道。噔噔，直接扣网上评论。哎，你们是以为在交寒假作业的作文吗？我们同学都喜欢这样。嘿，如何伪装？当泪钻石逞强，该如何埋藏翻涌的过往？你以为的美丽世界开始说谎，你想狠下有光，有我为你歌唱，因为你我变得Better， 这首歌超好听。噔噔，因为你我变得更好，因为你而忧而笑，因为你想陪你逃，因为你我分成为你的依靠。Oh better now， 我的。你有多好，我的心跳知道。嗨，杰心，嗨 ，Ted。OK， 没事啦。这是 Better， 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这也是我在 IG 上面有 cover 打鼓的一首歌，对，大家一定要去 IG 上看哦。大家请。请去我 IG， 对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们看。当如何预兆？哒哒哒哒哒哒。
我真的很怕他网络突然不见，超可怕。看了，我知道啊，有留言的，还有按赞的，我知道你们有看。暗黑世界隔扇窗，你微笑下。好呢。看那你是谁？当我为你歌唱，因为你我变得更好，因为你也有微笑，因为你想陪我一场，因为你我变得为你的依靠。 Oh better now。还没了。世界，我要看。因为你我变得更好，因为你而疯。那个 uncle， uncle， 因为你我再是一错。好，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歌，叫 Better。 然后这首也是谢伯安，就是电影里面的演员，他在里面叫李钟硕，李什么的，就叫，反正男主角写给女主角告白的歌，非常非常听着会非常心动。因为你我变得更好，对啊，因为你们，所以我才要变得更好，加油。谢谢嘉宾小人掌声鼓励。是善良。Cola 晚安，人好晚安。为你歌唱，因为你我变得更好，因为你而忧而笑，因为你想陪你一趟，因为你我不成为你的依靠。晚安晚安，人啊晚上好。对啊，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 cover 就是想要给你们听，就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我才要努力变得更好，就是谢谢有你们陪在我身边，就是因为有你，所以我想要成为你们的依靠，就是当你们在需要我的时候可以来看看我，然后心情就会好一些。忧而笑，因为你想陪你走，因为你想成为的。谢谢杰心，不会，我也谢谢你们陪在我身边，谢谢你跟元宵提灯。我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的。ずっとそば、ずっとそばにいるよ。太郎晚安。对，还有杰心真好。这说到ずっとそばにいるよ，就让我想送给你们一首歌。你们知道那个？好，我用查的。等我一下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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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你们有听过吗？这首叫做《ひまわりの約束》。だ僕も泣いていないのに。より悲しむから。だらひら。大家听过这首吗？ラグルはつなぐる山のになる。欸，想送给你们听的。そばにいたいよ、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溢れ。
台北，马尾罗尤纳。我的歌词还没跑出来。哆啦觉醒，这是情魔机。对啊，这是哆啦 A 梦主题曲。南部，雲も届きまわり。谢谢本来的枫叶。哎，出来了，超满。哒哒哒哒，我要重唱，等一下，这是我要送给你们歌，所以我要重唱。Stand by me， 哆啦 A 梦。对啊，这首是我想送给你们歌，等我一下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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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听我逛听，好的。对啊，一宿。どうして君が泣くの？まだ僕も泣いていないのに、自分より悲しむから辛いか。他飞了。起。五。二人なら宝物になる。へそばにいたいよ。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僕にあるから、いつも君に、ずっと君に笑っていて欲しくて、ひまわりのようなマスクなその優しさを、めくもりを全部、これからは僕も届けていきたい、ここにある幸せに気づいたから。这是想要送给大家的歌。そばにいるからいたいよ。嗨，杰星，嗨嗨，晚安。想到好玩就想到 Miso。 Miso 怎么最近都没有没有，不是最近， Miso 怎么今天没有来看我？れでもそれぞれ歩いていく、その先でまた出会えると信じて、ちぐはぐだったはずの思い、一つのようにに今重なる。そばにいること、何気ないこの瞬間を忘れはしないよ。旅立ちの日を吹く時、停掉，我超尴尬。上本基本，他刚逛，我、哦、是去约会吗？笑死！哎、欸，他目前无法播放这首歌。他难过吧？为什么无法播放？感冒。忘れはしないよ。旅立ちの日、手を振るとき、笑っていて、ぬぬぬ。ひまわりのようなマスクなその優しさを、めくもりを全部。为什么突然停了？我不知道。他说目前无法播放这首歌。
我觉得因为网络的问题，哦哟，网络真的不给力耶，可以给力一点吗？拜托，拜托给力！哎，不要播别的歌都可以，他是排挤那首歌吗？好啦，这首歌为什么我会听到这首歌，是因为有那时候我们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然后面面就点了这首歌，然后他感觉好像不太会唱，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唱，然后他说我需要林杰星，然后好吧，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唱。对，然后我就跟面面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喜欢，然后这首歌的就我很喜欢，就我觉得这首歌很棒。MJ 晚安。Seems that I'm better without you。给你独唱吗？周りのような。对，就是。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要蔡雅恩。说吧，你带哟，说吧。还是妈妈点的，对啊，是妈妈点的歌。突然，那个水哭，然后后面因为笑的水很哭，笑到哭吗？太郎。She said she wants another time。然后手把部分，对啊，是手把部分。そばにいたいよ、君のために。そばにいたいよ。绝对不是因为很喜欢面面，所以才喜欢这首歌。绝对不是。好啦，然后我还有最近还有好笑的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太郎。就是最近，不最近，昨天我在跟那个，不是，昨天我在跟那个李彩杰讲电话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 LINE 它不是有一个建立挑日子嘛？就是我们那时候很饿，然后我们在半夜，然后我就说，哦，我好想吃东西哦，李彩杰，然后他就说什么，你要去吃东西吗？那你要吃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然后他就说，就是他那时候好像就是还怎样，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决定要吃什么，然后我就开始玩那个爬梯子，然后他就是后来也觉得很饿，所以他也去爬梯子。然后我们在玩爬梯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功能叫挑日子，就 LINE 它有一个功能，在按加号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李彩杰问说这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哎，这是什么啊？然后他就开始，就我们两个就开始乱设，然后我打，你们知道吗？结果非常有趣的是，就是我们设的活动竟然都差不多。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你们猜看他设了什么？你们猜看我们设了什么活动？李彩杰很可爱，他到底是可爱什么？我跟你们说完，你们一定觉得他很可爱。芥菜晚安，去玩握手会。福人晚安，你好啊，我是林杰欣。福人晚安。握手会，冲锋队，今天是我的生日，屈原生日快乐！等一下，我们要播生日歌曲。Happy birthday to you， 哒哒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dear 屈原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happy birthday。这是什么？屈原生日快乐！屈原生日快乐 ！S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这屈原感觉很微妙。对，这是什么歌？Say to you， 有很多版本吗？吴安觉得这首歌好，这样的 Rookie 生日快乐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Rookie， 再给我看另外一个版本。哦，突然加速是怎样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我看别的版本，这是一个巴士封面的版本，听起来比较抒情。Rookie 生日快乐，还有屈原，祝你们生日快乐。You
Happy birthday， 这什么超级无敌假，这超级假假假假，那叫什么有点小小的假掰的版本。To you, Happy birthday， 萨布莱兹，还有合音傻爆眼。Happy birthday， 这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you， 居然跟 Rookie 生日快乐，这是你们喜欢的版本吗？ Rookie 还有屈原，对啊，哦，还有很多的生日快乐歌，哎，还有 Feat John Legend， 这是什么？抒情版，有四分钟。这是流行歌，呜，这是我听过最吵的生日歌，哎，笑死！还有什么？哦，噔噔噔噔噔噔，哈哈 ，Special Day， 对 ，Happy Birthday， 就是。就可以自然生开啦，超多版本，拜托。那还有哦，这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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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Hey， you know I'm in the wrong time。Like when you're having fun, hey, long lantern， 晚安 lantern， 晚安，你好，空班娃，我大希望 AKB48 Team TP no， Team TP， 丁杰请 dance， 哇，好久没，真的假的？哦。Yeah yeah yeah yeah， 哇哇，还有康康版本的，龙骑士晚安 ，Yeah， 好，还有生日歌，好玩 ，Rookie， 还有屈原生日快乐，祝你们都有美好的一年，有听过？真的假的？好了，我要回到我的歌曲。再宽容一点。好啦，就是你们我回到人体，就是你们还记得，你们要猜看李采洁说什么吗？你们知道李采洁做了什么？他挑了什么日子？他在上面打说什么？他真的超可爱。先去休息了，决定晚安。啊，冠宏要去休息了，是最近比较累吗？好吧，冠宏，辛苦了。晚安，我们下次见咯，冠宏，我会等你的，拜拜，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们的。谢谢杰星，他相信我，不是那个李采洁超可爱，他设了，他你知道吗，他真的超可爱，他就设说结婚，他说他设一个叫什么什么结婚，什么结婚的，什么结婚纪念日，然后设完之后，他就说，他就跟我说，我设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说什么，然后我就去看，然后他就说，他就说，可是我想删掉，要怎么删掉，有点恥ずかしいです，他就用那个，他说恥ずかしいです，就用了可爱的声音说，然后就怎么可爱，就自己设了，然后自己说他设了一个东西，然后自己又说他要删掉，然后因为很害羞。然后我就说怎么可爱，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设了什么吗？就是我设了一个，我就打哈喽，然后下面写结，下面我的那个备注就写结婚，可是我设不同天。李采洁真的超可爱，我不知道他真的超可爱的，说他就说什么，他设完之后他就说，哎，我
他就说你知道怎么删掉吗？有点哈兹卡西德斯。然后我就说哦，我知道，我才不要告诉你嘞。他就说跟我说啦，这是什么，这要怎么舍，这要怎么删掉啊，这样就奇怪。对啊，林加油。STU 的歌哎，你还想那喜欢今天来？没有，我只想跟你们说李采洁超可爱。那李采洁超可爱好不好？可爱 ，Skitters STU 48 ，Good Good。看什么？我们没有放散文，是在我在分享日常。闪一波，就是。I like ST。 哇，其实看名字就看得出那个実は名前を見てた時私思う好き STU48 啊怎么办，我日文不好，救命。 Miso 晚安， Miso 你来了， Miso 晚安，你来了 ，Miso， 灯会好看吗？谢谢 Miso Love， 聪明。自分のニックネーム、わかる。私初め見た時就是已经知道那种，知ってた。好像是一旦。看到很多奇怪的东西，真的吗？那我有空也要去看一下，来看看 Miso 到底看了什么。好，就是李采，反正我跟你们说完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李采洁超可爱。他说完之后又说，还有那种很可爱的，就说你知道怎么删吗？他说你知道怎么删吗？然后。你知道怎么删吗？我觉得有点恥ずかしいです。然后我就说嗨，我才不告诉你嘞。但我后来是跟他讲，所以他还把他删掉。而且他很怕我看到，也没有很怕，就是他感觉就不想让我看到。他就说他没有说，然后他就说我设了一个东西，但有点恥ずかしいです。你可以跟我说要怎么删吗？然后结果我跟他设了一样东西，只是我们设到不同天，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别问好了，好啊，好啊，问涵涵，我不知道他删掉了没有，所以我没有看，但我都是删掉了，因为我那时候说完之后就觉得，也觉得有点害羞，所以我把他删掉。好像我们两个就是自己设，然后自己又觉得害羞，然后自己又把他删掉。啊，谢谢华为的 love， 好きです，大好きです。对啊，然后。嘿嘿，其实我跟涵涵讲电话都是在晚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晚安，买，这是买，这是胡子，他用很可爱的声音说晚安，就是他那时候快睡着，说啊我快睡着了，我真的要去睡觉，然后就说好吧晚安，晚安，然后就挂掉。What do you like Tim Tippett's song?私好きな曲は Love 宗教です。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快不能自已，从那一天起开始对你的 Love 受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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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 kiss bye 之类的意思吗？不知道哎，但是我们常常聊天的时候，常就会说爱你哦，什么爱你宝宝之类的。最近比较少，不知道，之前很常，热恋期我不知道。哈兹卡西德斯，拜拜。这是国，对啊，国树，这是国树在我衣服上哎，好多国树，穿着国树出门。我们热恋期已经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热恋期？我们说，真的说宝宝爱你哦，
早安宝宝。他说他会说宝贝，可是我会说宝宝。好，就这样。应该不是商业 CP 吧？不是吧？为什么是商业 CP？ 等一下，昨天可爱的跟我说晚安了，马上都睡了。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热恋期了，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对，是昏倒，可爱昏倒。晚安怀怀，晚安怀怀。但现在还不能晚安，你要看我直播才能晚安。谢谢。学习婴儿宽容一点。然后再来。这些机会。这些机会。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突然想玩个滤镜。嘿咻，大家 wait， 哎，不是，等下，这在哪？嘿，今天也天使一波，对啊，就是韩寒超，韩寒真的超可爱，我真的觉得很傻眼，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噔噔噔，韩真的很可爱，就是他昨天那个举动真的是让我觉得到底在可爱什么啦。在 Hello， 谢谢铁中豆林肯 Love， 一点我没有滴滴。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自信的感觉，看见你微笑像天使，这是爱的奇妙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要下载签名的杂工，那你有去看《中梦梦》吗？我可以陪在你的身边，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什么决定怎么选择？你们现在是要我选择吗？对不起，我是地主。浪客决心还没，我跟你说，就是你的情歌超好看，请务必要去看你的庄梦梦同学。滴滴无罪，滴滴无罪，孤儿的博爱，博爱万岁，滴滴无罪。小孩子他就选择不爱万岁，滴滴无罪。呜，好啦，最后一个也喊，没有，我都很喜欢。可是我也很，其实我也很喜欢面面，就是那种心动的感觉。我也很喜欢李彩洁，可是呢，因为我是滴滴，所以我不会做选择的，我全部都要。我今天讲渣男哦，对不起 ，Only today， 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虽然你仅是他女朋友，但渣心，我不是渣心，柏林才是渣林好吗？亮起来，哈哈，没有啦，我还是很喜欢明明。没有，我都很喜欢，你知道吗？要我那个，就是觉得，就是跟问我说比较喜欢谁，我真的选不出来。对啊，呀，怎么办？都很喜欢，因为明明也很喜欢很多人，所以我也可以喜欢很多人。你都是你头上翅膀长硬了，这句实在太万用了。你说不爱万岁，滴滴无罪吗？你说滴滴，你说才做选择，甩锅高招。
对啊，蜜蜜都喜欢很多人，所以我也可以喜欢很多人。谢谢空白木槿花，我也要滴滴。可是是第一层人是加一个形容词吧？哎呦，苦味羊奶晚安，欢迎回来，苦味羊奶，苦味羊奶，大家晚安。哎，怎么突然都回来了？今天很多人的部分详细形容，因为不是喜欢很多人吗？感觉他喜欢很多人，所以我也要喜欢很多人。我要换一个滤镜来表示我现在的，我要来表示我现在的。嘟嘟嘟嘟，好呢，喜欢点心。咪嗦嗦，这句话可信吗？因为据说咪嗦嗦是滴滴呢。但是如果咪嗦嗦内心有一个部分是喜欢我的话，我也会继续喜欢你的。怀怀喜欢点心，和其他人，欸，和其他人 ，Hello， 后面的那一句，这应该是不是弟弟？我已经不是人设，我是真的是弟弟。可以偷偷喜欢点心吗？实话说得好，爱要及时，爱要勇敢的说出来，所以。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话，可以大声的跟我说，我也可以大声的跟你们说，我喜欢你。晚安，点心。晚安，忍者。滴滴姐，对啊，当初我是滴滴姐的部分。谢谢麻雀的 kiss 猪。好，爱你们哟。结果我喜欢你。没有，我会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会对你唱我喜欢你，简心我喜欢你，谢谢默默，被可爱的女孩子称赞，被可爱女孩子喜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爱默默，每次都说一说就被说简心。什么被心有走心房就心房啊，不管了，喜欢姐应该对了。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他好像有追我们的滴滴，好，这招高明，这招高明。苦味羊奶这招非常高明，高明是什么？高明好像某种酱油的名字。高明，我没有滴，所以你是诗雅的粉丝对不对？头贴好可爱。偷偷喜欢解心，偷偷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偷偷喜欢你。这是我废文一样的句子，偷偷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偷偷喜欢你。我好像又要再传一次了，我这很高龄，新旧龄，什么高龄？从几位的话，你以为滴滴呢？什么几位的话？什么意思？从几位的话，请叫我黑流星。好的，黑流星，晚安，黑流星，我喜欢你。对不起，我的跑去躲起来了。高音又要在想酱油的面面了，哎，为什么我觉得我直播十句不离面面？喜欢滴滴偶像的滴滴粉丝，负负得正都变不低。对啊，喜欢几个算？喜欢，对我来说，我觉得喜欢五个以上就算滴滴。太郎，我觉得五个以上就算滴滴。谢谢米酒。扎卡晚安，扎卡晚安，扎卡才是滴滴吧？扎卡，哎，拜托是扎卡，那我不是啊。
好像还没超过。我觉得五个是极限，惨了，我是五个，惨了，我是滴滴，太坏了嘞！傻眼，扎卡单推什么？扎卡原来不喜欢我，原来没有喜欢我吗？扎卡是不是对我有一点一点的动心？是不是有点动心？没有对我动，我是滴滴啊！啊，没关系，太郎，我也是滴滴，我们可以当滴滴那个游戏。We are 滴滴 friend， 我不喜欢你了，不然会被你妈妈面面念到臭头。好吧，那我还是，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可以看着我啊。黑流星，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你了，黑流星。扎卡是米粉小智通心粉造谣。扎卡，那你要不要在 at 后面加米粉？米粉小智通心粉。扎卡的都是，扎卡其他的都是关注中啊。扎卡没有对我有一点的动心。嗯，决定出来。好，你的字打错哦，黑流星，你的字打错了。黑流星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吗？可以去追踪追踪。当然没有，我没有，可以关注我就好，关注我就好，请关注我就好。你们还是要那个，就是推妈妈。我们可以成为你怎么漏了酱油？好，我会随便去。很好，我不是滴滴最爱的，很好，我知道小西是杰星的通心粉，神推神，还好我不是。你的名字后面两个表情符号，哦、oh, ，We are 滴滴 friends， 在瞬间加18，哎，何恩晚上好，酱油米粉通心粉，一道菜，哎，扎卡原来是一道菜，酱油米粉通心粉。酱油米粉通心粉，酱油米粉通心粉，呜！等下某种就是笑着扎卡罐罐，扎卡后奏有够多。滴滴的路上有我有你，还要很专情，以团来算的话，那 TTP 呢？扎卡不是也是米粉吗？中西融合的料理，对啊，这是什么多人的料理？哎，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吗？我要跟你们说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超开心的事，就是呢，我的 cover 竟然被阿叶分享了啊！你们知道 Mars 二三吗？就是Crush 乐团的主唱，我之前有 cover 一个陪你失败，然后被本人分享，还有被本人留言，好开心哦！我要给你们看那个 cover， 我要给大家复习。嘿，等我一下哦。Wait for me， 我看我妈的 IG 里面竟然只有搜寻我跟面面，等一下哦。嘿，有滤镜。谢谢大家，眼泪我全都埋藏，超开心的，让我们来听听陪你失败吧。陪你失败，
好听起来，好听。来了，哒哒哒哒哒，现在荧光棒。我也知道，其实在这间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都是我的粉丝，但是他们可能不常讲话，有可能是因为太害羞，或者是不知道讲什么，或是可能就不习惯讲话。但是呢，也很谢谢你们陪着我，我也最喜欢你们了。就像 MJ 虽然是通信粉，但是就不太常出来留言，但是我也很喜欢你们，好きだよ。Yeah, leaving nobody. Yeah, eat. 我放着 beat， 安抚着崩溃的情绪，才发现根本找不到一句适当的比喻。我说过人生怎么就是不公平？怎么努力，再怎么学聪明，还是这失败的战役，还傻傻相信自己就是那成功的范例。我理解那种被全世界孤立的感觉，能理解精神疾病在血液里不断蔓延，能理解又开始在抽烟，能理解有时候这世界不值得我们去留恋。留恋，留恋了，我每次都念错。留恋，真的，我怎么会？Yeah， 你不是孤单一个，至少我陪你失败，就算你已经无助地选择离开，不需要再隐藏，也不必再忍耐，想哭就哭吧，眼泪我全都埋葬，眼泪我全都打。我是个自由的灵魂，不用别人来管，做爱世界一点管你多么的懒，少说废话，指点看我多么的喘，释放压力快点累积这么的慢，我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懵懂和单纯，生命的咒语，一直找福分，生命的责任，自己才是带领自己的牧人，汲汲营营，名利是把双面刃，寻寻觅觅，只为求得一个吻，知己知人知己知面知，自己就是陪你自己的指引，好好倾听心中真实的指引，相信你有面对失败的勇气。 Yeah， 自信。你不是孤单一个，至少我陪你失败，就算你已经无助地选择离开，不需要再隐藏，也不必再忍耐，想哭就哭吧，眼泪我全都埋葬，眼泪我全都埋葬，Yeah， 现实世界根本就不是在网路电视节目上看到那些，而是发生在你生活中，真真切切能让你感受到爱，感受到痛，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所以不管你在哪里，我希望这微不足道的声音可以让你感受到所有的失败，我们都会陪着你。不被谁控制，人生更充实，我自己来统治你，用爱的公式紧绷的松弛，直上的同时梦想别终止，你不是孤单一个，至少我陪你失败，就算你已经无助地选择离开，你不需要再隐藏，也不必再忍耐，想哭就哭吧，眼泪我全都埋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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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的马仔 ，Yeah！ 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耶。这首歌其实 cover 也是想要带给大家，就是在大家失败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的，就是
还有我陪着你们，因为我其实我也知道，在我失败的时候，还有你们陪着我。啊，耳朵会痛，耳朵会痛。呀，可以，哦，好。那我下次，我下次要啊啊的时候，我把我的麦克风，哎，我把麦克风关小声一点。好，今天走的滴滴路线，我不是一直都很暖吗？虽然自己讲自己好怪，耶、yeah ！啊，就是我也知道，在我失败的时候，还有你们陪着我，所以我不会轻易放弃。谢谢你们，我怎么今天一直在感谢啊？但是就是这样啊。一人 nobody。我都在，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很喜欢我都在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是非常的让人心动的一句话，对啊，在你们难过的时候我都在，嗯，我没事我都在，超暖心，抽烟的理解，我们去留念，留恋了，是 hello。声音很棒，真心暖，谢谢大家。这首歌很好听，叫《陪你失败》，是阿叶 Mars 23 Mars 23的歌，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搜寻。直到说完你日，这是面面，这是面面。我真的很喜欢面面，哦，不行，我不能再讲了。每次都一直讲这个，我不知道重复多少次哎、欸。我们都在，无论如何，尽在我们心中，对吧？嗯。因为我觉得面面是一个很棒的偶像，我很喜欢他。私下也很喜欢。不行，我不能，我不能每次都讲这个东西。放下彼此所欠意。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Something threw me in all the same. It was for one night. It was for one night. I didn't feel like you're by my side. So when you go, 你也会不会 think about me? 空虚来慰藉，不该的情感莫名的 lonely. I deserve it。现在我现在很棒，喜欢称赞一直知道没关系。面面唱好歌是很好，要听。不要，我来表演面面唱老歌。他们唱歌的，我们来放一个老歌，等一下哦，永远不回头。Wait， 这么快是他女儿？拜托，我是谁？我谁？我是他女儿。面面，好啊，录给面面。那那说把你一路看来。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僕にあるか。不行，那配现在的歌太奇怪了。我还没有掌握到那个精髓，我还没有掌握到，我还没掌握到那个精髓。永远不回头，在天色。嗯，太破了！我当你空气，我太浮夸，对不起。我当你空气，眼泪空，很可爱啊！今天唱歌超可爱。好，我要跟婉婉就，麦克风，有。有嘿。
在天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世界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看世界可会改变。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但如何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年轻的心灵还会战斗，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黑暗的像寂寞，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少，烈火燃烧是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永远不回头。唱出来，整个谢了，谢什么？好，照顾董婷。我警告你哦，要是董婷出了什么事，无论我在哪里都会来找你。我走了。在火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张望星辰，向时间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黑暗里的寂寞，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有时候试探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永远不回头，噔噔噔噔，累了，后面还很多。好，模仿妹妹唱歌，就是这样。我当一口气，我不会啦，就是我只会激动的妹妹。我当一口气，你就是空气，我不知道，哈哈，一直走到让人改变他，就是空气。天上的好妹妹，人家地上我没有 diss 好吗？是爱他，所以才会观察，不是观察就是太看太多次就会习惯。我也浮夸 cover 老哥，如果我们有一天可以一起直播的话，你就看我们两个放飞自我的部分。对啊，谢谢太阳唱得好，谢谢太阳。如果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你还会抢不到吗？我也抢不到，我都抢不到面面台的红包，我都抢不到红包。
我有空也要去看灯会，忘记是从什么时开始。咚咚咚咚咚，接下来是什么？哦，挡一根，等一下哦。耶、yeah, ！我喜欢这首歌。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好奇怪，我也是，因为他们，对啊，我都想不到，我想不到面面台的红包哎，但我很想抢。有有有 ，This is JC Lin， 有，嘿有，有耶有，呜，呜，有有有有有有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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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卡，不要突然卡啦！哦，他还在跑。我从突然凌晨三点半到现在吗？嘿，那个黑流星，赶快去睡觉，睡觉了。不要不睡觉，这样你身体会出问题呢。哦，其实我应该关播了，我今天加班了。我今天怎么播那么久？哒哒哒哒哒哒，我们来用哒哒哒哒哒哒。嘿、hey, ，为什么突然一个好卡？哎、欸，有了！噔噔噔！耶！呀，有有有！快点，对啊，我唱完这首歌我们就结束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即将结束，就是最后为大家献唱一曲，献唱一曲，来个 encore 曲，哒哒哒哒哒哒，有有有有有耶，哇呀哇，耶耶啊啊哇哇哇哇，有有有有。有几点那天那个路线，还说话兜着圈，看着女孩子就没思路，男孩你求过了没？男孩卷起一根烟，霎时间停留在他指尖。如果我求一点，让我承受着你付的机会，虽然不能体会你的感觉。试着不是为了真为了变好，却被现实给颠倒。为了面子，为了面包，圈子的圈套，人是骗子的厌世的无法编织了自己的灵魂，就现实了。到底什么是爱情？我不知道。于是男孩越飞越高，越求越求啊，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够不够好，是否还在重复重调，是否还重要？亲爱的，我无法找你一个人，但我找你最像的眼。如果你无法让我消瘦点，就让无奈困在一起。就算再短的时间也是时间，心中大过这一个月。在完了之后白的时候，或许我们再不一点。有有。或许变了的是我，或许我没变，变了的是对你的那份执着。当你开了口说不想白了头，才发现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还是一样喜欢冒险，只是有点过了头，撞破了头，才发现自己困在自己做的梦。一个人的时间卷起一根烟，想起你曾经对我说，亲爱的，我无法当你一个人，当我当你最伤的眼。如果你无法让我消愁点，我能分担一点。就算再多的时间，也许时间，用着我带过这一个人。
在来之后败的时候，或许我们才不一点。演到尽头那短暂却较量，像冬日的某分子，笑得婉转而坦然，缓缓地看淡。美秀集团党一根，好，我现在开始念排名了，嘿。嘟嘟，第十名是安安屈原，谢谢屈原，生日快乐，屈原生日快乐。第九名是苦味羊奶，谢谢苦味羊奶，耶，谢谢苦味羊奶。第八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 谢谢 Lingo。第七名是尼哥，谢谢尼哥，耶。第六名是本婉婉，谢谢本婉婉。第五名是 CKUMK， 谢谢 MK， 有 MK， 咦，突然一个，谢谢 MK。 第四名是空白，谢谢空白，啪啪啪啪，谢谢空白。第三名是怀怀，谢谢怀怀，耶。第二名是冠宏，谢谢冠宏，读书加油。第一名是日风，谢谢日风，谢谢你们大家看我的直播。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今天的直播猫晚安。好啦，今天的直播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